真人版贪吃蛇游戏现在开始。快来！我们才吃晚饭不到一个小时，你怎么又饿了？哇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！啊，什么好吃的？哪有好吃的呀？哎，他刚才把手机给吃了。好像是呀。那么好，小小，你刚才真的把手机吃了？不会是藏哪了吧？没有藏啊，豆豆，我好饿，你还有吃的吗？我没有了。哎呀，豆豆，你还是给他变点零食吧，他要是饿了，连手机都能吃，说不定连房子都吃了。那我马上给他变点，改变能量，变！哇，零食，好多零食！你不会还没吃饱吧？我要吃东西！再这样下去，我的玩具都要被吃没了。让我看看是不是骷髅牌在捣乱，追踪他去。啊，原来是贪吃蛇骷髅牌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我们要救小小呀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豆豆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去控制它，我有办法。你确定在我控制它之前不会变成它的食物吗？小小，哎呀，快快！零食！哎，豆豆，快救救我呀！零食！救命！救命！别叫，马上就要吃掉你的啊！什么东西？好臭啊！小小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一个月没洗澡了，臭了不好吃呀！咦，太臭了！你走，我不吃脏东西。你真放我走啊？那我真走了。豆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让你控制住他的吗？是他放我回来的。他放你回来的，不会有阴谋吧？嘿，我找到你们了吧？哎呀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嘿嘿嘿。